11月12日，佘诗曼、杨怡及吴绮莉等现身某周刊在香港举行的周年晚会，现场星光熠熠。将为钱嘉乐和汤盈盈的婚礼担任姐妹团的佘诗曼率先声明，绝对不会因为盈盈怀孕而手下留情，开门红包至少要5位数，并要钱嘉乐读爱的宣言。那天15号的那天早上，我们应该会玩得很疯狂的，那帮兄弟应该会有危险，我们会蛮疯癫，因为我们想了很多，游戏都不容易应付的，他们要小心。怕不怕被班兄弟玩翻转头？我们也想过他们会玩我们，但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的了，他们不会欺负我们的。